的生日问好的时候有谁啊？小梁有，谢谢，谢谢伟忠哥，其他都没有。有吧？我们赵哥也有吧？传简讯啊，有就申诉哈。有啊，你传简讯。好，新雅有，记录还有留着。没有没有没有，赵哥他已经把你拉黑，所以他看不到。没没没。拉住了啊！我这个那就我记忆不深刻。好，这样提醒我要提醒我啊！好好好，我打勾哈。还有呢，还有呢。我没有，因为没有那个笔咬血哈。够尊敬了吧？啊，是。节日送礼，秋节送礼啊，送礼的有这个阿 Ken 有，哎，新雅有，小赵有，哎，啊，这没有的我就不讲了，没有，比如说纳豆。小过吧，纳豆没有，小优没有，哎，嗨咖送过炸弹，啊，不，开玩笑，节日送礼没有啊 ，OK， 好，然后请客吃饭，请客吃饭，一路长白，没有，都没有，小赵有过一次，哎呦，在延吉街有一家卖台式料理的。就是请我吃过一次，赵时机，对，请我吃过一次，其他可是阿 Ken 什么的全摆，一路全摆，不是不能怪你们，因为我爱请客，对啊，赵不让我们请啊，伟忠哥比较爱请客，而且赵哥那次也不能算吧，他是用 A 你的钱 A 来的，然后再请你，这等于还是花你的钱啊，哎，吃人算吧，吃人一点点要报人一生啊，吃人一朵要报人一生啊，对对对对，好好好，了解，要不要再重复一次这个？不用。可以，其实可以了。这个我们检讨啊，没事找我的人啊，会找我聊聊天的，阿 Ken、纳豆、小梁、小赵，这都有。哎呦，但是出事会找，出了事情会找我的人，纳豆。纳豆跟小赵出事找过我啊，出事找过我啊。哦，借钱的，跟我借钱的，借钱，有多少他？有了，一路长白，没有。吓死了！我觉得这一点对，男人就是，男人女人顶住啊，绝对不能借钱哦，不要跟别人借钱。对，借 idea 的，用我的 idea 在混江湖的，哎呦啊，阿 Ken 有，纳豆有，有，小梁有，小赵有，小优没有，然后新雅没有，对，这两个学不会嘛。学不会，没有得到真正的精髓。对，接下来就是伟忠哥放屁的时候，那赶快我，你就会了。没错，好，那个我放屁会爱闻的，只有阿 Ken 没有闻。不是伟忠哥，你没在我面前放屁过呀？开玩笑，开玩笑，谁开玩笑？开玩笑，乱讲。好，这个留给你们。好，留作记录。认真哦。好，这个，但是当然了，我们就要讲说拍马屁，拍马屁，拍马屁。一定会有什么样子好处？其实不是拍马屁，是我们生活过得很用心。真的，像比如说刚伟忠哥有说，比如说嘘寒问暖，或者是这个生日的时候啊，线上祝福什么的。我觉得大家其实都很懒惰，为什么？现在很多那种社群的软体有没有？他都会告诉你说，哎，今天谁生日？明天谁生日？这个礼拜谁生日？他其实都会告诉你，对，你就可以去做你要做的事情啊。这个，而且你没有要花任何一毛钱。可是我没有伟忠哥的 LINE 啊。哎，没有没有没有，我也没有。你就跟他要就有了。对对对，然后呢？小梁这个做很好。对，其实他只会这个，他也不会，因为他会的都是不花钱。对。的而且你觉得这个人非常重要，比如说伟忠哥，我觉得他非常重要，是我生命中的贵人。那你就前一天提前一天晚上11:59，接近59秒的时候，你赶快砰传过去，讯息传过去，然后我说哎，伟忠哥生日快乐，然后下面说我应该是第一个祝您生日快乐的人吧。啊，这个我跟你讲，这个不花钱他会记一辈子。真的是，而且我觉得过年过节的时候难免呢，大家会送礼嘛，哈，那有，然后或者是那个你去上节目，厂商也会送一些他的产品给你，那些东西比如说什么月饼啊，那些我们吃进去干嘛呢？只会胖，对不对？没有意义，对不对？你有吃啊，我知道。那所以呢，我们就把它，就把那个上面长官的那个名片哈，把它撕下来。那因为那个时候我有名片嘛，我那时候制作人有名片嘛。对。撕下来如果真的有痕迹，你就把你的名片再贴上去，然后转送出去，他拿到就很开心。二手的。对啊。可是二手的。借花献佛。看不出来啊。看不出来，看不出来。小梁啊，跟魔鬼有什么两样？小梁，我认真的在过生活，小梁的礼物箱子发生过，自己我送出去绕了一圈之后，
又送回到自己。这怎么是我送出去又回来？而且是我们家楼下管理员的。小梁的礼物这样子发生过，自己我送出去绕了一圈之后，又送回到自己。这怎么是我送出去又回来？而且是我们家楼下管理员的。但是我之前看小梁哥，他之前有在伟忠哥的节目上面睡着，然后我觉得这是怎么拍马屁应该救不回来吧？睡着应该就是可以先离开了吧？这样。其实不是睡着啦，就是说哈，因为那个时候我那个伟忠哥有主持一个节目，那时候找了很多的家人，对，然后中间因为他们表现不好，全部都被骂走了，最后骂不走的只剩我跟吴一佩两个人。对对对。那然后那一天呢，伟忠哥是访问了一位文人雅士。那种整个节目充满了文青的风格，是，那就跟我的风格格格不入嘛。那所以我就坐着，哎，奇怪，我就失去了自我。然后我再有知觉，灵魂出窍了。我再有知觉的时候，是吴一佩用他的手在顶我，说：“哎，伟忠哥真的睡着了。”伟忠哥真的睡着，伟忠哥在主持节目，你在旁边睡觉。我出回骂人，说钱照给哎。对啊，照给哎。福州还有赵富哎，大哥在主持节目，在努力，在用心，然后你在旁边睡觉，然后他要给你钱哦，因为我在熏陶，熏陶，对对对，在熏陶中，整个有点灵魂出窍的感觉，大概是。我决定把你拉黑，你以后生日快乐，祝福，我看不到。你看，我都有在学习小梁哥，是，因为小梁哥的这种拍马屁方式，第一就是免钱，然后呢，我觉得我常常也会用这种方式，因为像之前在大档，那我的确是最之前，然后可能那个角色都很小，我就会跟每一个那个就是大咖前辈们，比如说我就去按一下台哥的肩膀啊，按一下郭哥的肩膀，我说啊，今天是不是很累啊？而且因为台哥、郭哥都蛮爱按摩的，你是用这招，我都会帮忙按摩，因为我就去找到啊。而且有时候我没有角色，我还是去哦，然后我就去帮大家按摩。天哪！而且他，假如是他按，我们就一定知道这一定是纯的。哎，而且我真的蛮会按摩的，伟忠哥，你有被我按过吗？我帮你按按看。哎呦！麻将，干什么？麻将，干什么东西？就这样过去了。小六姐，干什么？哎，哇塞，太不意思，所有力量哦，哎，有力量哎，哎呦，好了，天哪，好，谢谢谢谢，谢谢谢谢谢谢，让人怎么办？你再打，我假牙就掉下来。嘿，哎，你看他就敢，是不是？其实每一代拍马屁方法不一样，是，像你们这一代拍马屁根本就假的嘛，但是也好玩嘛，好玩啦，好玩啦。你说像那个嗨咖他们这一代，他见到你还会说，哎，伟忠哥好，这样子。他们现在的年轻一代啊 ，MG 阿燕啊，叔叔啊，伟轩，他们现在不太会主动打招呼。对，他不是不礼貌，他害羞，不代表他们不礼貌。他们只是不会，就我女儿一样，我女儿一样啊。我也是教育女儿，她会叫人，我说你要带面带微笑啊，啊，还要发自诚心啊。那我女儿说，跟她，我二女儿就跟我大女儿讲说，爸爸疯了。他们不太一样。对，可是他也不见得不礼貌，他就是没有这个习惯。但是我建议你们还是有些好的东西还是要有习惯。好，我们最后这个听了这么多，我们还是要我自己个人啦，我真的觉得说，的确大家打好关系是很好的。Yes， 而且跟就像伟忠哥讲的，有些时候是开开玩笑，大家你好我好的状况之下，这个不是说真的什么做人要多虚伪还是怎么样，对不对？像在这个谢谢大家收看里面，我觉得最后还是要请伟忠哥讲一下里面的这个内容。这我自己本身在讲，他又说我嫌我讲太长。哦，对啊，没有你看，你要我再讲半个小时是可以的。没有，我演一段也可以哦。好，你演，来来。我们累了，我们累了。伟忠啊，伟忠过来，妈妈抱抱。没有这一段，没有亲情，没有这段，没有这段。我演一段也可以哦。好，你演，来来。我们累了，我们累了。伟忠啊。伟忠过来，妈妈抱抱。没有这一段，没有亲情，没有这段，没有这段，没有这段。有这段不是像表演这样子。哦，不是这样。到底有没有看？表演不够好，我要看第二次。去看。麻痹拍错，没有了。是是是。谢谢大家收看这个戏，我就有点意思了。我大家是个男人戏，因为很少男人，台湾很少男人去把心境啊讲一下，而且我看起来在电视圈那么强势等，其实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一些心路历程。但心路历程其实四年级生有四年级生的心路历程，也可能有那种
他自己打拼出来一些骄傲感或怎么等等，可能现在不流行了，可是有一种价值观了，就是这样子而已。是，对对对，一定有所获得，嗯，对不对？好不好？好，太开心了，真的，今天要是非常谢谢伟忠哥，谢谢伟忠，也要谢谢我们所有的啊伟忠哥带出来的徒弟们，谢谢大家，不敢不敢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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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们。周一至周五晚间九点，中天综合台，同学来了。你下载中天新闻网 APP 了吗？我想和你分享一个下载中天新闻网 APP 很关键的理由：有中天，有真相，只有中天不畏权势，敢说真话。请立刻下载中天新闻网 APP， 和我们一起说真话，守护台湾。多一个下载，就多一份力量。